答应的默送你们，谢谢。远处钟声不息，
介绍一下我身后的乐手老师啦。先唱，另外几个。好，那这首歌呢是一首经典的英文老歌《Stand By Me》，送给你们，好，谢谢。OK， 首先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第一位乐队老师，我们的钟炯老师，掌声鼓掌啊！Thank you.
Thank you.